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三角形三边长哈，欧美是三三四，则这个三角形外接半径为何？就要求 r。好，那我们带什么公式呢？就是这个面积哈，等于多少？我们有个公式是四 r 分之 abc 啊，哦，跟 r 有关的公式。然后这 a 的话呢，又可以带海龙公式。根号 s 减 a s 减 b 啊乘以哈 s 减 c 啊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 s 等于多少 ？s 是等于二分之三边相加嘛，加起来是十除以二是五。那 s 呢减 a， 我假设这是 a b c 哈，等于 s 减 b 等于多少呢？五减三是二。那 S 呢减 C 哈 ，C 是四嘛，五减四是一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通过把它带进来，就是根号多少？五乘以多少？二再乘以二，二的平方再乘以一，这是等于四 r 分之 a b c， 三的平方乘以四，这就消掉。那这样的 r 哈，就等于多少呢？这是二根号五了，二根号五，所以是二根号五分之三三得九，然后有理化的话，就是二乘五分之二九根号五，所以这个 r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十分之九根号五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D。